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看一下课本啊，20页。上次讲到慈心观啊，现在讲因缘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文，他说因缘观法啊，就是因缘观这个法。那么于愚痴病中名为善对治法啊，这个因缘啊就是对治这个愚痴啊，那愚痴就是啊无明，不明白啊，不知道道理，那所以他说啊，这个就是对治法。那么在贪欲跟嗔恚中不名为善啊，因为他不是对治贪跟嗔的。贪啊，就是要修不净观啊，修厌离，思维它的过患啊，就是你贪什么，那么你就要看清楚啊。我们说过，这个世间的现象啊，那么一般啊都是所谓的妄相、虚妄分别而有的啊。那你要从现象里面看透它的实相啊，那。实相其实就是无常相、无我相，但是啊，如果说你对不管你执着什么，执着你自己的身体啊，执着别人的身体，执着别人的钱啊，执着一个美好的食物啊，基本上欲界众生不离开五欲啊。那么你对五欲的执着，你就要去观五欲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过患啊。所以佛法常常讲畏患离，畏就是执着。啊，那么你要思维它的过患，啊，那像不净观其实就是思维这个身体的过患啊，像如病、如痈、如刺、如沙，啊，它就是思维这个身体带给我们的过患，啊，然后思维它32身分啊，这个是思维它的不净，思维它的这个表象啊，就是它会产生变化啊，那么这个是纯粹是对治的啊，对治你的贪，看你贪什么，那么你就要把它看清楚。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好贪的啊？就思维它的过患，然后升起那个心远离啊，这个是所谓的对治贪的部分，嗔的部分啊，就是要修慈心观。当然，你也要思维嗔心的过患啊，然后思维嗔的对象基本上就是以友情为主啊，人，那你要思维这个人啊。那么的一个好处啊，他的一个功德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啊，他有所谓的啊，什么所谓七周原始的一个观法啊，那么从你最想利益的人开始啊，那么慢慢扩大到啊你的仇人啊，这是不净观，这个是降服这个嗔心的啊，降服这个嗔心的。另外啊。那他说，他这里说到啊，他说，那因缘观法不是对治贪跟嗔，是对治痴的。那主要就是贪嗔痴，我们的烦恼主要就是贪嗔痴，啊，那根本的痴基本上其实就是我见，啊，那我见我爱啊。那么他说，这个因缘观法啊，在贪跟嗔里面，那么并不是对治。啊，就是它不是对治贪跟嗔的，它是对治愚痴的，啊，为什么呢？先邪观故，啊，就是他的观念不正确，所以啊，才升起啊种种错误的观念啊，就邪见，啊，错误的知见，那么邪见就是愚痴，啊，那一般我们讲啊，就叫做无明啊，然后是愚痴邪见。那么问，如佛法中说，啊，在佛法中说12因缘甚深，啊，如说，啊，佛告阿难，是因缘法甚深，难见难解。
那么难决难关啊，那细心巧慧乃细心巧慧的人乃能理解了解啊，就是这个心比较粗、智慧比较钝的人，没有办法知道缘起啊。那要心比较细、智慧比较巧的人啊，一般我们叫做立根了 啊。那么的人啊，那比较啊，比较能够知道愚痴人啊，愚浅进法，由上难解，何况甚深因缘。他的意思是说，因缘观是在对治愚痴的，但是佛不是说过吗？啊，这个缘起法甚深，有头就是智慧力的人都不一定能够观缘起，那么愚痴的人怎么能观缘起呢？啊，就是因缘观是在对治愚痴的人，可是正是因为他愚痴，他才没办法观啊，他观不起来啊。啊，其实是这样。那么你现在用这个因缘观叫这个愚痴的人去观因缘，可以对治愚痴，那他就是愚痴才不能观啊，那他怎么可以对治呢？啊，这意思是这样。好，所以今云何言愚痴人应观因缘法。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佛说缘起甚深这个啊，就是说佛法中说啊，就讲的这个佛法中里面挺真提到缘起是甚深的啊。那么我们说过缘起是在讲什么，就是啊，缘起主要有两支嘛，此故彼啊，我们先理解一下哈。那有机会再讲深一点哈。缘起简单就是缘起是佛法的核心哦。你如果了解缘起，你就了解佛法，你不了解缘起，你不就不了解佛法。那么所有的佛法，所有的佛法，不管是戒定慧，不管是三七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不管是六度波罗蜜，第一个就是要让你了解缘起，要让你见缘起。法所有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生死的关键就是不知缘起，解就是生死的真解就是不知缘起。解脱的关键就是见缘起，啊，所以缘起非常重要。你不了解缘起，你就不了解佛法。那么佛法的缘起主要在讲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间，受苦受种种苦，缘起是这样。缘起核心它就是此故彼，啊，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然后他说佛法中说缘起甚深，就这两部经啊，缘起重点就是此故彼。此故彼，那么它分开，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好，那基本上是这样，此故彼，彼就是什么？彼就是果，彼是果。此是什么？此是因。啊，其实缘起法就是因果啊，就要讲因果的。那么就是要有如是因啊，一般我们叫做如是因、如是果。佛法上有时候我们说过，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法位啊，有时候叫做法位，因果次第啊，它的位次。好，那么了解啊因果缘起的道理。那么此是什么？彼先讲这个彼，彼是什么？彼就是三界六道的有情，三界六道的有情。那么佛法的核心是在讲缘起。缘起的中心在讲友情，友情的重心在讲谁？讲我们，讲人类，啊，这个我们上次跟他说过啊，在缘佛法的核心是缘起，这个是佛法的核心。所以不管在家出家啊，如果你要解脱了啊，那么就算你不解脱，你也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你如果要升天啊，要升到美好的天国或升到极乐世界，
升到净土，你也要知道因是什么，因为你要往生的地方是果，你下辈子，因为佛法讲五乘佛法嘛，人乘天乘，你不要堕三恶道，要升人升天啊。那么你也要知道，不堕三恶道是个果报，升人升天是个果报，果从因来，果从因来，就是此故彼，就讲这个道理。那么你要得到这个果，你必须有这个因，没有这个因就不能有这个果。那么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因而想要这个果，或是另外的因要得到这个果，那个叫做借进取，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是说，比如说啊，你要灭罪，那你要灭罪的话，你要先到罪从哪里来，罪从哪里来，要如何灭，就是说你要先知道罪从哪里来，要如何灭，你才能灭罪啊。很简单的嘛，就像我们生病，那我们生的是什么病，为什么会生病，要用什么药，那么这个就是因啊。那么你不知道，你就随便啊，你就随便往东方拜一尊佛，往南方拜一尊佛，然后病就可以消除啊。然后念个什么咒啊，念个什么咒，就好像上生童子一样啊。上生童子每天早上起来礼拜六方啊，东西南北上方，然后念一个祈祷词，然后就可以一生幸福。佛跟他讲，你如果要幸福，幸福这个因，幸福这个果报，不是啊，你一天向六方礼佛，然后念个祈祷词啊，然后就可以幸福。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幸福啊。那么你要怎么幸福？那么幸福就是你周遭的人都不会让你痛苦啊，那么你就幸福啦。大多数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周遭的人啊而受到痛苦，因为人，因为环境啊。那么你因为环境受苦，旁边没有人帮你啊，或是你因为人受苦啊，那么你必须先让周围的人幸福，那么周围的人就让你幸福。周围的人是谁啊？父母、师长、兄弟姐妹啊，这个夫妻、子女啊，这一些。那么你要从这里下手，这个才是因嘛啊，一样啊，缘起非常重要哦。你要知道缘起，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你要知道缘起，你就知道怎么避免痛苦；你要知道缘起，你就知道怎么获得幸福快乐，怎么得解脱。那因为我们现在北传的佛教啊，几乎没有人在管什么是缘起，只是管说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啊，那我只要啊，比如说念一个咒，念一个佛啊，或是念一个什么经啊，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什么。不对，像现在这里跟你讲，就算你要灭贪，你要修对法，你修不对法也灭不了啊，一样是佛法哦，一样是佛法。他也跟你讲嘛，你修不对也解决不了。你说那我嗔恨心起来，我修不净观，不净观也是佛法，没有错。不净观是佛法，但是灭不了你的嗔，因不对，因不对，哈，一样嘛，因果法啊，一样，药要对症，不是有药就好，那不对。那我们现在的观念有一个哈，变成说哈，佛法这个药是甘露药啊，那么不管什么药吃下去，管治百病，没有没有，我告诉你没有，管治百病的法就是缘起法啊，因为缘起法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你应该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了解缘起，啊，那么你才有办法真正从佛法中得到智慧，得到利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不管是在家出家，不管是在家出家，那么一般我们讲因果不灭，不灭因果，就是你不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那个叫做不灭因果。啊，那么就是你对灭就是灭于事实嘛，不如实嘛，啊，人家不是这样的，你偏偏认为是这样，啊，这个是对，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误解太深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要好好的理解这个缘起。好，那么此故彼啊，我们是简单的说啊，等一下再来讲详细一点啊，这如是因如是果，那么重点它就是此故彼，此故彼，那么此是因。三界六道的有情，佛法的核心是缘起，缘起的中心是有情，因为这个佛法分两个，有情跟无情，世间有情，世间跟什么
气世间叫做国土世间，啊，那么国土世间是依有情世间而来的，它叫做依报，所以天上的人，天上的宫殿谁盖的？果报自然而有的。地狱的人，那个刀山油锅谁设置的？业报自然形成的。那么我们这个世间房子好像是我们盖的，但是这个也是共业所成的，同样的世间，所以这个世间依报是随着正报转，依报随着正报转。那么正报是什么？就是有情，三界六道的有情。所以鬼道的世间没有太阳，阴天；地狱的世间黑暗，天上的世间二十四小时都正大光明。为什么？共业所成啊！所以你要知道，佛法不再讲无情的世界，在讲有情的世界。因为这个世间，佛法把这个世间分成有情跟无情。我们说过三种世间嘛，啊，世间有很多种解释，但主要啊，这是三种：一个国土世间，一个有情世间，就三界六道；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五蕴世间。啊，五蕴是人，五蕴是人所拥有的，其他的众生不一定，其他的有情不一定有五蕴。所以重点是这个，佛法的核心是缘起，啊，缘起的中心是有情，有情里面有三界六道，但是最重要在讲什么？在讲人，我们人，讲给我们听的，啊，佛法的重心是人，人类，啊，所以了解了这个，你就知道缘起是对谁讲的？对我们讲的，所以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六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是人才有的。好，那么了解了之后啊，其实就是以有情为主。好，此故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好，假设这个是苦，这个有是苦，三界六道的有情就是人，以人为主，就是以有情为主，有情中以人为主。那我们说过，人中就以佛弟子为主，多数都是讲给佛弟子听的，少数讲给啊佛弟子里面有在家出家，又是以出家中为主啊。假设是这样啊，人里面是以佛弟子为主啊。所以有人曾经去问过释迦牟尼佛，说：“你说你一切众生都平等，可是我看你多数时间都在为你的弟子说法。假设平等的话，你应该播。”更多的时间去为外道说法，去为那个不信佛的人说法，啊，那你为什么多数都是在为你佛弟、为你的弟子说法，啊？那么佛给他举一个比例，假设你有一些种子，你有三块田，那么你比较好的种子会放在哪一块田？比较肥沃的田嘛，啊？那么佛弟子相信佛，那么对佛法，那么有要修行的这个信心，你跟他讲，他容易得利益。那个外道根本就不信，你就跟他讲了很久，他也不一定会相信。你用同样的时间跟佛弟子讲，五百个人可能三百个人得解脱，你用这些时间去跟外道讲，五百个人可能两个解脱，其他四百个人还回谤你，啊，那么反而更糟糕。所以你看，并不是佛陀心不平等，而是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要让这一些想解脱的人，有善根的人，啊，那么善根成熟的人，那么可以得解脱。所以多数都为佛弟子讲，佛弟子里面多数为出家众讲，因为出家众基本上是一心想修行的，啊，是一心想离苦得解脱的。在家众有很多只是想要得幸福，啊，所以叫做人天嘛，人天秤嘛，啊，然后这个他不一定有发出离心。所以不容易得成就。好，那么所以它是这样的，佛法中以有情为主，有情中以人为主，人中以佛弟子为主，佛弟子里面有在家出家，只要是以出家众为主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这个里面三界六道里面，只要是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几个关键，就是缘起里面有几个关键啊。那么不管是信佛不信佛，愚痴的跟智慧的，其实前面是一样的，只有中间那一段不一样，啊，就是有一两个地方不一样。你只要掌握那个地方，啊，你就能够从愚痴变成智慧，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
那么三界六道里面，它基本上离不开一个是什么现象？苦。三界六道离不开苦。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你说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的天人，八万大劫都不苦，八万大劫灭后他还是一样苦，所以这个叫什么？叫行苦。啊，所以苦里面从人来讲有八苦，其实是七苦啊。一般我们讲八苦，啊，八苦交煎啊。八苦是什么？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啊。那么这个是八苦。如果从色无色界这些来讲，它有这个是苦苦啊，苦苦坏苦。从色界来讲啊，它有所谓的坏苦；从无色界来讲，它有所谓的行苦。那么不管只要在三界六道里面有轮回，就是苦。有轮回就是苦。所以你只要不解脱，你就没办法不受苦。现在不受苦，未来肯定会受苦。现在在受苦，假设没有解脱，未来会继续受苦。所以阿含经常常有一句话：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再受苦，因为众生不知道，所以就一直受苦，一直受苦。就好像你生病，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生病，所以就算你暂时把病治好了，你还是会一直生病啊，因为你就不晓得为什么生病啊，你避免不了那个因嘛啊。好，那么这个此有故彼有，我们先了解一下缘起。此有故彼有，此这个苦到底是怎么来的？果，这个果就是苦，果就是苦。那么你要离苦，所以佛法是离苦啊。像这里啊，这个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其实因为你有这一些，这个是涅槃。涅槃的话你就不苦，因为不生就不苦，有生就有苦。生，那么生就有生老病死，又生老病死忧悲恼啊，就种种的苦。那么缘起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因缘和合而生起叫做此故彼啊。那么此故彼里面，此有故彼有，有因有缘世间起，此灭故彼灭，有因有缘世间灭啊，就这样啊。所以这里啊，世间我们说主要是我们这个世间三界六道有情的世间，所以这里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用人的来讲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受种种的苦啊。从白话来讲就是这样，你必须要去问啊。我说过，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只是这样，每次都可以来，都是这样过一辈子，然后就下次又来，其实也没什么，无妨。其实老实讲无妨啊，你死了还会再生嘛，那生之后啊，我就这样偶尔少受一些苦啊，但是偶尔受一些苦，但是大体上还好。就如果我们现在的啦，我们现在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去做一只狗呢，做一只猫呢，啊，做一只被人家抓住将来取熊胆的熊呢，做一只小鸡被关在笼子里面呢，啊，那个时候你就叫做苦不可言了。那到地狱呢，做畜生辛苦了，到地狱呢，啊，那做一只常常被一只狗欺负的猫呢？对不对？然后常常被这个猫追的老鼠呢，那不苦吗？苦啊！何况这个世间的人，其实有很多人过着地狱的生活、畜生的生活、鬼道的生活，啊，常常吃不饱。那么这些其实是很苦的啊。那如果每一次，假设说每一次都可以让我这一世，每一次都让我做人，每一次做人都跟我现在这一世一样，其实我可以不用解脱。真的，如果可以保证啊，可以保证每一次都让我做人，每一次做人都跟我这一世一样，啊，我觉得我虽然小时候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觉得这一生也还好啊。我如果每一生都这样，那我可以不解脱。真的，
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你每一生都这样。你要知道，佛法说人生难得，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之所以觉得每一次都可以这样，不用解脱没关系，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得人生，而且还不受那么多苦；第二个我们可以得到闻到佛法，那么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避免种种的苦。啊，如果每一次都保证我可以得人生，啊，那么我可以出家，我可以学习佛法，我可以不用解脱没关系。但是其实不是哦，其实没有哦。你这一生得了人，得人生如爪上土，失人生如大地土，真的啊！你看那些众生看得到的，啊，你看有多少？单单我们一年吃掉的动物，就超过于人类的总数，啊，吃掉的哦，杀掉的哦，其他的不要讲哦，啊，那你看有多少？那么你很可能就是被抓来吃掉油炸、煮炸的那一只啊，也很可能哦。为什么？因为你不懂佛法，你佛法你一直造业，你就会受那个苦，所以叫做六道轮回嘛。六道轮回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但是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受苦的，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受苦的。所以因为这样，你必定要想，要知道苦到底从哪里来。有因有缘世间起，其实就是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受这些种种的苦，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好，那么有因有缘世间灭。假设你要离苦，世间苦，世间起就是苦，苦的升起，啊，或是苦的形成。有因有缘，你会受这种苦；有因有缘，你可以不用这样受苦。其实佛法就讲这个，啊，那问题是那个因是什么，缘是什么？因是主要的，缘是次要的，啊，从佛法来讲，因是什么？你会来这个世间出生是为什么？业让你来的。一切众生依业而有轮回，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下三恶道。业里面又有隐业、满业。隐业让你生人、生天、生鬼、生畜生、生下地狱；满业让你做人长寿、长寿富贵，或是短命、贫穷卑贱。他那都是业在决定啊！你会苦苦多久？你会幸福幸福多久？不是佛决定的，不是菩萨决定的。不是上天决定的，是你过去的你决定的，就是业，你的业决定你要受什么苦，受多久的苦，你要享什么福，享多大的福，是由你的业决定。那所以它这个是因。那么但是从业怎么来？业怎么来？业由烦恼来。你起烦恼，你就造业，啊，那么你起善心，其实就是善恶的心，有肉的心，善恶的心，善心就造善业，恶心就造恶业。但不管是善心、恶心，都是有肉的，所以这个有肉的善恶，它不断升上升下，上升下沉啊，就这样。那烦恼非常的多，就是这里讲的，不外乎是贪嗔痴，烦恼不外乎是贪嗔痴。那么烦恼怎么来？从无明来，从愚痴来，所有的痛苦。所以《阿含经》里面讲，众生所有的痛苦都从愚痴生，所一切痛苦、灾难、罪过都从愚痴生，多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啊，那么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要去想明白、看清楚。那么烦恼的根本是什么？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我爱。其实它就是贪，总说叫做贪嗔痴。摊开来说，就种种的烦恼啊，百发烦恼非常多。那么但是集合起来就是贪嗔痴。那么不会贪嗔痴不会是我见我爱。那么我见主要是由我见起我爱。我见就是只取有我，
啊，只取有我。那么，所以一切苦的根源来自于我见。那么你要怎么去除我见？就是说你要做人不受苦，那当然你有善业，你就不受。像天人，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那么他也不会短命多病。那该活一千岁，他就活一千岁，他也不会活到999岁就走了，哎，不会。啊，该有多大的福报就享多大的福报，也没有遇见有人会抢他的。他的福报也不是五家共有，啊，我们人的福报赚了很多钱被人家抢走，天人不会抢，啊，彼此不会抢别人的，啊，那么他有多少？但是因为无常带来福报享尽，依然要受苦。那么从天人不会再往上升，啊，他只会往下掉。为什么？欸，他没有修福报的机会啊，他也不用修福报啊，啊，所以升天的他一定往下掉，一定往下掉。那往下掉的时候，如果因缘不好，他会造恶业，他就又下三恶道了，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嘛，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啊。那么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受这样的苦。有些人出生在这个世间也没受这样的苦啊，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弄不清楚为什么一样都是人啊，一样都是父母生的，为什么他有我就没有，啊，为什么他可以我就不可以，不公平。是的，就你的眼睛来看，世间确实是不公平的，但是从因果业报来看，世间绝对公平，啊，那你从这一点去看，你就不会只是在埋怨，你会从因下手。好，现在人家一出生家财就万贯，父母就有钱，房子就很高大，我们一出生租房子啊，还要被人家赶。那你要知道，你不要只是抱怨，你要从因果上，从缘起上看，此有故彼有，彼有人家为什么一出生就有钱，你为什么一出生就贫穷，人家为什么出生身体那么好不太会生病，你怎么一出生就生病。你不要只是抱怨，也不要只是去求佛菩萨，啊，那么让你健康，啊，求天人，求王母娘娘，求妈祖，啊，让你长寿。我告诉你，你与其求药师佛让你长寿，啊，求这个观音菩萨给你幸福，你倒不如去好好理解观音菩萨跟你讲的，药师佛跟你讲的，你要怎么样去修行。要怎么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药师佛之所以是长寿法门，是因为他告诉你要救护那一些短命的，要救护那一些没医没药没有病没人看护的。因为你帮助人家延寿，你自己才会延寿。因为你伤害别人，伤身害命，所以你也自然会短命。宇宙的法则就像回力标一样，业力的法则，你在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的友情造成什么遗憾，回过头来你就会形成什么缺憾。你在这个世间弥补了别人什么样的缺憾啊，那么造成别人哪一个地方的圆满，你就会获得哪些地方的圆满啊。别人没饭吃，那么你帮助他吃饱，你就可以有天人那样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永远不会有饥饿的果报。不是永远啊，就是在这一辈子里面啊，在天人这一辈子里面不会有饥饿的果报。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缘起，此有故彼有。那么假设你有苦，那么你要了解我的苦从为什么会有。那我现在不想有这个苦，此无故彼无。那么你要先这个此跟彼，你要很清楚，此跟彼就是因果。那我们说过，苦从哪里来？苦从业来。业从哪里来？业从烦恼来。烦恼从哪里来？烦恼从邪见来，我见来。所以生死的症结是什么？我见。解脱的关键是什么？无我，就是缘起，由缘起之无我。好，那这个要先知道。那这个是缘起的大概说啊，
那我们再来讲啊，无名行事名色啊，大概一样有一个关键啊，就是你要从哪个关键处下手。好，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缘起甚深啊，他这里讲啊，那么佛不是有讲吗？缘起甚深，那么愚痴的人就是头脑不好，你还叫他去观这个甚深的法，他怎么观得了呢？好，底下会有解释，但是先来讲啊，这个《阿含经》里面讲到缘起甚深这一件事。好，那么第一个杂含啊，二九三经，他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甚深并不是说你不容易知道，而是一般的世间人没有办法啊，就是比较没有去想这个清楚啊。那么背负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就是离一切取了啊。那么一切取就是基本上其实就是我们的取，一切取，取里面主要啊，取就是执取，取就是执取。那么最重的执取就是只有我啊，取一般叫做有四取嘛。那其实就是啊，重点就是我见，叫做我与取。我与取就只有我了，执着这个五蕴是我啊，我与取只有这个我见啊，那么然后执着这个五欲欲取啊，这两个是根本，其实就是我见我爱了，我见我爱是根本啊，这个无名为父，贪爱为母，而有众生啊。那么从众生来讲，从我们人来讲，五欲执取五欲，色声香味触啊，看。我们看要看好的，听要听好的，闻要闻好的啊，吃要吃好的，感觉要感觉好的，反正就是这样啊。那么另外两个就是你错误的观念，戒禁取跟见取啊，产生错误的知见，那么用了错误的方法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见取跟戒禁取。好，那主要就是这个了啊。那么一切取离爱尽啊，无欲啊，我爱啊，无欲啊，欲，你看欲啊，那么这个爱主要是我爱了啊，那么离我爱，离无欲啊，即灭涅槃，那么就是即灭就是不生不灭了，其实这个就是涅槃，这些都是涅槃的形容词啊，涅槃里面的内涵啊，那么所以缘起甚深难见就是涅槃。那么你见缘起，你就可以决定可以证涅槃。见缘起就是证初果，入圣流。见缘起就入圣流啊，见缘起就入圣流，进入圣者的流内啊。那么入圣流证初果，须陀洹，最多最多，假设你这一生没有证二果、三果、阿罗汉，你最多七次，你一定会升天。你一定会升天，除非你发愿来人间行菩萨道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要不然你一定会升天，那么要不就是做人啊。那如果你发愿在人间行菩萨道，那你可能就做人。那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就会升天啊。所以有很多佛陀时代很多正果的居士，现在都在倒立天啊，倒立天有时候或者什么夜摩天啊，就是在天上欲界天，在欲界天。啊，那如果你证三果，初果、二果基本上都在欲界天了、啊，啊，当然也有生色界天的，但是啊，基本上在欲界天。三果的居士在哪里？在色界天，五不还天。初果最多七次，人天七次，啊，他不一定七次啊，但是最多七次，他一定会解脱，一定会证涅槃。啊，二果。最多两次，一往一来，一来一往一来，两次升天，然后来人间就会证阿罗汉。三果不来了，三果不来，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不来了，在哪里？在色界五不还天，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在那里就证阿罗汉，不来了，不生死了。啊，阿罗汉这一生无生了、啊，就得解脱，下一生也不用三界六道都没他的份了、啊。不再受苦，不再受苦，那么只有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差别。
有余涅槃就是这个身体还会受苦，但心不受苦了。啊，像佛陀35岁就成佛，啊，就类似就是阿罗汉了。但是他有没有苦？有生苦，啊，那么被他这个是这个是业报身，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业报身，其实就是你只要来，你这个业报身都是由烦恼所形成的。但同样是由烦恼所形成的业报身，有的人得解脱，有的人还继续轮回，有的人下三恶道，有的人升天，啊，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爱，我爱。那么我爱的关键在哪里？在我见，啊，那等一下再来把这个讲完，我们再来讲这个，稍微再讲一下缘起啊。好，那么这里讲到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佛法里面主要是两种分类，一种叫做有为法，一种叫做无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住意灭，或是生住灭，啊，三相或四相，就是有生有灭。有为法是有生有灭，啊，一般分作两种，啊，这是一种。另外第二种就是有漏法跟无漏法。这是从我们所造的业来讲，心来讲，啊，那是从我们所生存的世间来讲，啊，那么就是有为就是生死，无为就是解脱。那么有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清净，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们修行基本上就是从有为到无为，从生死到解脱，啊，这个是涅槃，解脱就涅槃，啊，那么从心，从生命，从生死到解脱，生死就是轮回，所以缘起里面，缘起里面，啊，流转的，啊，生死流转，跟还灭，啊，涅槃还灭，啊，缘起，这是此有故彼有，就是生死流转。持有故不有，就是生死流转。持有缘起两字就是这样，持有故必有，因为有业所以有生死流转，啊，那么因为业尽情空，啊，那么所以有涅槃还灭，啊，得解脱，啊，不再生死，啊，缘起就讲这个。好，那么他你怎么样从流转的到还灭的？那么必须掌握什么？你的心，心为一切法的主导，业是由心来。那么你之所以生死解脱，那么基本上这个业是由你的心来，你的心来。所以你必须要训练你的心，修行你的心，让它从烦恼转为清净。啊，这我们叫做六根清净，啊，基本上是这样。那所以心是一切法的主导，啊，心是一切法的主导。所以主要是从有漏，种种的心造种种的业，受种种的果报，啊，那么所以佛法基本上分类，基本上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啊，好，那么这里讲到啊，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有为者，若生若住若意若灭，啊，其实它就是生灭，啊，刚才讲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但是有生必有灭。佛法里面来讲，生灭，生是什么？本来没有，后来有了，啊，就像我们出生了，这个世间本来没有我们，但是出生了我们就有了，那死了又被除籍了，啊，就入籍除籍啊，就是户政事务所啊，多一个人了。啊，死掉了又除籍了，少一个人了，户口名簿没有你的名字了，啊，那你出生了啊，去报户口了，户口名簿多你的名字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啊？就是有生，有生就必有灭，这个是从法的现象讲。如果从有情来讲，叫做什么？生老病死，有情来讲叫做生老病死，无情来讲叫做成住坏空，啊。这个有为法的现象就是生灭相，那么生灭当中有住，
有义，义就是改变，住就是维持啊，在维持中会改变啊。那么身住意灭，从无情讲啊，因为这个世间基本上就是有情跟无情两种现象而已啊。从无情讲，从有情讲，从无情讲啊，就是国土世间，无情就是国土世间。这个是众生世间，从有情讲叫做什么？叫做生；从无情讲叫尘住坏空，啊，比如说地球尘住坏空，世界尘住坏空，啊，尘啊，啊，住坏，开始改变了，变坏了，然后没有了，啊，啊，地球消失了，啊，地球出现了，啊。那么从无情讲叫做尘住坏空，从有情讲叫做什么？生老病死。那么叫做有生无不死，四无常记里面有一个叫做有生无不死，只要有生它必然就会死。所以佛法不讲长生，不讲永生，它只讲无生，只要有生必然有死，不可能改变，法性法住法位啊，它不会被改变。那么你要不死，除非不生。好，所以佛法的重点是怎么样悟无生啊。然后我们叫做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就是心开了，智慧开了啊，智慧要开了，你就能够知道无生，你就能够悟无生，就是从生灭，我们知道有为法，世间的现象。有为法就是世间的现象，啊，世间的现象有生灭相，它必然有生灭，所以它叫做无常相，它叫做无常相。它是有生灭相的，从刹那生灭，不断在变化。你看世间任何东西都一样，就是一个道场也一样，本来没有，后来有，那有到整个没有的空间，它有变化，啊。那么他世间的任何现象都是这样，一朵花，一个人啊，一间道场，乃至这个地球都一样，世间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背后有它之所以形成这个现象的理则，这个理则是不生灭的。所以你从生灭相里面看到不生不灭，就是从生灭里面见到不生灭，这个就悟入无生。那么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随着生灭而生灭，你的心就不会随着生灭相而造业。就好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有一个人，那么当着很多人的面给你难看啊，你本来没有，但是他当着很多人的面给你讲到很难看的话，这个时候他本来没有，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叫做生，讲完了之后叫做灭，讲的时候你这心就开始跟着跳动，然后就开始升起什么嗔恨心，一开始是疑惑不解，然后就开始嗔恨，等他灭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跟着灭？没有，你这心就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就围着这个事情一直在生灭啊。那么你的心依着这个生灭就起什么烦恼心，就起恶业，然后就不断造作。今天这句话讲完了，离开了，看不见这个人了，你那个现象一直在生灭，这个人的现象已经不见了，话讲完就没有了，但是那个话没有了，它继续在你的脑海里面生灭，那个人的影像不见了，回去了，它继续在你的脑海里面生灭。那么你从这个生灭心里面，你就不断的造作身口意业，这个身口意业又形成你未来的苦患因缘恶业恶因恶缘，那么就不断啊，就不断的生灭生灭不已。当你了解到这个世间一切都幻化的，那个人讲的不一定是我，
就算讲的是我，我也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啊。那么当你不随着他生命的时候，就算他在讲的时候，你的心也不为所动。他离开了之后，那更不为所动，你哪里会造业？你不会造业啊。那这个时候你有苦吗？没有。你如果不因他起苦，那么第一次你就不因他起苦，或是起了苦之后很快你就能把它消除，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苦就永远，就是这个人对你的伤害永远不存在，这个人对你的伤害永远不存在，那是来自于什么？你不随着他生灭。所以叫做生灭灭以极灭现前，就是说你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不心不随着他转。好，那现在是把这个人伤害你的话换成我见啊，一样就是我们的生死就这样不断不断不断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当然当然你如果了解到这个现象背后的理则其实是无常无我的，那么你就不会随着他生灭。那这个必须，这个必须不是我们这样知道那我们大家都见缘起啊，不是，我们知缘起，但是我们还要观缘起。所以要常常怎么样？常常思维，从整，因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那么你从任何一个现象，顺的不顺的，好的不好的现象里面，你都去观它的缘起，观这个事件的缘起。最重要要观心，心随着这个心有因，并且这个事件是你烦恼的因，烦恼的缘。那么你观你心的缘起。那么知道了之后，知道你的执着点在哪里，你的症结点在哪里，那么你舍去它，舍去你对它的一切的执取，那么你这个苦就不会再产生。就好像你半夜的时候听到那个怪声，那么你很害怕，整夜没办法睡觉，你把它看清楚，哦，原来那个是竹子的声音，从此那个声音在现起的时候你一点也不害怕啊。那一样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必须从这个地方去了解，从现象的背后了解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去掉你对它的执取，不管是贪还是嗔，那么这样这样，那么你就能够了解不随着这个世间的生灭而生灭，心随着生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随时都可以观缘起，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缘起的理不深，所以要静静的独一进处，专精思维，啊，要独一进处，如理思维，专精思维，烁烁思维，一次又一次的想，一次又一次的看，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现象，你都可以静静的想，专注的想，反复的想，把它想清楚。只要你执着在这件事上，这个人上。那么你把它想清楚，因为只要是你不安、恐惧，那么所有这一些都是苦。那么你把它想清楚，想到想，如果你想了你还是苦，那表示你看的是错误的，你看的是错误的。那么所以佛法其实缘起并不是，它只是它就是世间现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生命之所以如此痛苦的理由，你要把它看清楚，你就不会再痛苦，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生老病死，生住异灭跟成住坏空。那么所以这里讲无为者不生不住不异不灭。那么当你不起烦恼造业，当然是不生我见不生我爱，但这个要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啊，这个缘起甚深啊，讲到缘起甚深啊，下课是吗？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另外先来讲这个中阿含的大因缘经啊，他一样说到缘起甚深啊。他说阿难有一天啊，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打坐啊，那么心里面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说这个缘起啊，非常的奥妙啊，那非常的深。那么你这个要去知道明白啊，那么知道这个缘起啊，那么也要有甚深的智慧才能够知道。那一般来讲啊，就缘起甚深。然后如果讲明的话啊，因为明啊，基本上是跟着无明讲的啊，那基本上就是你把无明断尽了，那其实就是涅槃了啊。那其实这个话一样是，那么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复甚深啊，亦甚深。好，那么就是你要明白啊，你要这个缘起，然后证得涅槃啊，把无明断尽，那么当然啊，就要更甚深啊，因为缘起证出果而已啊，那么把无明断尽，那证阿罗汉了。难我观见啊，不过我才看这个缘起，自浅自浅啊。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啊，那么因为阿难其实如果这样讲，他已经见缘起了啊，那已经知道的人就觉得啊也没那么深嘛，他为什么？他缘起就是世间的现象嘛，你没有看清楚而已嘛，你看清楚他是如是如是的道理而已啊啊，所以他就觉得啊自浅自浅，所以他起来就去跟佛讲啊，就去跟佛讲这件事，讲什么呢？就说佛常常说缘起甚深啊，但是我看缘起也没那么深啊啊，就是这样啊。那世尊就跟他讲啊，就把这段话再跟佛讲，那佛就跟他讲，你不要这样想，说阿难啊，你不要这样想，这缘起非常的深啊，甚深，名亦甚深啊，涅槃也甚深。那么以此缘起不知啊，就是你不晓得这个世间其实是缘起的啊，因为什么？缘起的就是无常的。缘起的就是无我的，那么我们就是无常执为常，无我执为我啊。一件事情它已经产生变化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一件事情已经产生变化了，我们不甘愿它这样变化啊，那么我们一直没办法接受它这种变化，那因为它已经变化，就是因缘和合具足了它才会变化嘛。如果因缘不具足，它不会这样变化。而且从缘起的理则上说，它一定是无常的，它一定是会变化的，它一因带缘而起的嘛。就好像人出现在这个世间，是依因缘来的，依业力来的，业力的因缘来的，它一定会因为业力的因缘而走。但是来的时候你欢喜，走的时候你不甘愿，或是你有钱也是依你的福报跟你的努力，你的善根、你的善缘、你的善业，让你一直拥有这样的幸福。有一天当幸福不见的时候，你不能接受。那你要知道，你的幸福既然是依因缘而有的，那么当因缘消失的时候，它必然也没有。那么你要让它持续，你必须得让那个因缘持续。就好像火在烧，你进去烧火的时候已经热了，可是当木材烧完的时候就没有火了，你不能接受。你要让一直加热，你必须要一直添木材才有办法啊。但是你没有啊，你不去观这个缘起，所以你对本来有的幸福消失了，你不能接受。本来没有的痛苦忽然间出现了，你也不能接受。可是你要知道，不管是已经消失的幸福还是突然而来的痛苦，它都是什么？都是缘起的。所以你必须去了解它的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消失，如何消失，我怎么样把它找回来，有没有办法找回来。那么有一些是不能找回来的，有一些是可以的啊。因为缘起基本上就是它没有无我，就是它不会一定是这样，它之所以这样都是有各种条件配合的，你必须让条件存在，那么这个结果才会存在啊。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你对于世间发生的一切现象
你都会接受。你都为什么？他之所以这样献起，有他必然不得已的原因，就是必然一定要如此献起的原因。你可以改善他，你可以改变他，或不可以，那么还要看啊。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做人了，你说我不要做人，我要做一只鸟啊，可以飞，好，那必须得你这个人的果报消失了啊。那你发愿去做一只鸟也许可以啊。你说我不要做一个人啊，我要做一只苍蝇啊，为了苍蝇不用煮饭，可是人家煮好了他先去吃啊，吃完了他就飞走了啊。那么你说好，我要做一只苍蝇，自由自在啊，那也可以，但是要必须等你这个人消失了，业力消失了，那你能不能做一只苍蝇还不一定，但是你发愿啊，那有可能啊。像那些外道，外些绕道持牛戒狗戒，他持戒修定，他也会做牛做狗，为什么？他的心，他的心啊，但是不一定有啊，但是就是说他的心有可能让他造这种业，所以他出现了，那必然有他的原因，他消失了也必然有他的原因。那么你要让他持续久一点，那你要让他幸福，要让他持续久一点，痛苦要让他赶快结束，那你必须从他的因里面必须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条件导致于幸福消失的如此快，痛苦持续的如此长，那么你必须去了解。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都不是这样啊，不管你要幸福要远离痛苦，都向佛菩萨祈求，向佛菩萨祈求不是因，不是因啊，他没有，佛没有办法给你，因为如果佛可以给你，那他就破坏缘起了啊，所有的因都找佛要，所有的苦都让佛消除，没有，没有，不是这样。所以缘起最重要告诉你，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你要有的是什么，你想没有的是什么。好，那么这里来讲啊，所以他这里讲阿难不知如真，不见如实啊，我们叫做如此，如其事实，其实他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这样，那你不知道，你用种种的方法，那没有办法消除它啊。就我们讲过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不是说是吧，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啦，你用沙来炼油，你怎么炼也炼不出油，为什么？沙里面没有油，所以你用一吨的沙炼不出一颗芝麻的油，一吨的沙炼不出一芝麻的油。你说火力太小，加大火力依然没有油，你说沙太细，说沙太粗，把沙再磨细一点也依然没有油，你说沙太少，加大那个量也依然没有油，为什么？因不在那里，因不在那里，所以你用一吨的沙，用一年的火，炼不出一颗芝麻的油，为什么？没有那个因嘛，啊，所以非因即因，外道修苦行，一辈子举右手，一辈子举一只脚，浸在水里面，晒在太阳底下，一辈子受苦，他想要离苦，没办法离苦，为什么？举右手不是苦因。你之所以受苦，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举右手，现在举右手一辈子了，苦消除了，不是这样。你之所以受苦，不是因为你没有受过苦，所以你现在要受苦，不是的。受苦是来自于业，恶业，恶业来自于烦恼，你要以断烦恼为因。你不是说哦，那我受完苦，我受苦，因为我造恶业，所以受苦，受完苦，我的业就消失了，所以我现在一直让自己受苦。不管我过去有什么恶业，它都会消失。不对，这样不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也这样啊，啊，用苦行外道的方法。不管我过去造什么业，我也不知道造什么业，啊，那么我一直念佛、诵经、持咒，那么我这些业就会变清净，啊，我应该一业而受的苦就会消失。没有，跟苦行外道观念一样，啊，你必须找到苦因，所以要见地，见四圣地，苦集灭道。那么缘起就是四谛，横着说跟竖着说而已。你只要见缘起，你就见四谛；你只要见四谛，你就见缘起。啊，这个很重要，要反复的想，好好的想，仔细的想。啊，你想对了，我告诉你，你在这个世间虽然有苦，苦不会加重，
苦不会太长，苦不会太多，而且它一定有结束的一天，真的啊，那么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啊，所以不绝不达，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道理，不通达这个道理，所以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往来不能出过生死，才会一直受苦，长夜轮回，一直受苦。轮回除了说六道轮回，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受苦，一次又一次的受苦，叫做轮回，反复循环，反复的受苦。如果你要断轮回，你必须要断轮回，就是苦果，你必须要断苦因啊。那么苦因就是我们不明白道理，所以缘起十二支，第一个叫做无明，无明就是不知善不知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样的善可以有善业，什么样的恶会造成恶业，你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就好像这里在跟你讲，你如果什么烦恼，你必须要修什么法对治，跟世间的药一样，你不是说哦人参最好，所以不管什么病都吃人参，没有，有时候不但治不了病，还会让你病更重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缘起甚深的道理。好，那我们说过啊，它有一个啊，它有一个关键处，就是十二缘起里面有一个关键处，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啊。那么无名复爱结系得此四身啊，这个是五蕴身，就是我们这个无蕴身啊。那这个无蕴身里面啊，具有所谓的感官啊，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那根是和合生处啊，根尘和合生是啊，它基本上是这样，根尘啊，应该是这样啊，我们写啊，从这里写啊，这个是五蕴身，这个是啊，有很多种说法了哈，不过这种我们叫做名啊，受想行。这个色啊，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好，这个是五蕴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啦，啊啊，这个是业，身形、口形、意形，啊，当然也包括，主要是爱啊，爱结系啊，含有爱在里面的业啊，意形。好，那么这个五蕴里面啊，起烦恼的根本基本上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那么六根对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内六路跟外六路啊，这个是内六路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他在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起烦恼，从哪里起烦恼，所以因在哪里，你从哪里要截断它，关键处在哪里，就好像漏水在哪个地方，你要去把那个破洞补起来就好了啊，其实是这样啊，你要去找那个漏的地方，从哪里漏，有漏烦恼从哪里升起，水从哪里漏的啊。那么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感官啊，这个是叫做外六路，这个叫做外六路啊。那么这个叫做根，这个叫做尘。那么根尘合合生识，就起了别，眼睛看到这个境界，意识开始起了别，分别。这个是谁？男的、女的？这是什么花？香的、臭的？啊，和合生识。
就生起了别，根尘世和合，根尘和合生世，啊，就是六根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好，他骂我，他称赞我，啊，骂我，我起嗔恨心，称赞我，啊，我起贪爱心，啊，欢喜心，啊，不一样，根尘和合生世，根尘世和合生处，根尘世和合生处。三个在一起啊，生处，处是最初的心理反应，啊，我们叫心所，最初的心所啊，生处，啊，所以有眼界所生处，耳界所生处，鼻界所生处啊，那么这个处啊叫做六路处，啊，所以此内有四声，外有名色啊，那么这些啊，那么声二元声六处六处就是这个。这个身体它有这些感官，就是人来讲啊，其他无色界的色界的不一定是这样啊，像色界的就有鼻根但没有鼻识啊，有舌根但没有舌识啊，就不一定啊。那无色界的连身根都没有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就人说的。那么根尘是何而生处？处具受想思，处升起的时候啊，就一起升起具生。啊，处心所开始有，最初的心理活动开始有，就有这些心理活动受想思。好，那么照这里到这里，凡夫圣者都一样，愚智皆同。佛陀，包括佛陀这个业报身，他这个身叫做业报身，业报身怎么来啊？这个五蕴身叫做业报身，业报所成，啊，有时候叫做父母所生身，这个是业报身，业报所成的，啊，那么业报身它一定是依善恶业报而有，依善恶业报而有，那么有三界六道，好，那么我们人基本上善多恶少，人啊，我们这个业报身是人，人又分很多种，啊，人怎么成为人的？从人上辈子做人再来做人，上辈子升天下来做人，上辈子做鬼上身做人，啊，上辈子做畜生来做人，地狱很不太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比较少，啊，非常的少，啊，从地狱上来做人，地狱一般不可能上来做人，啊，他会经过畜生道、鬼道，然后再来做人，啊，那。但是也有很少的例子啊，但是一般是从畜生道，畜生道也不容易，畜生道也不容易，要高等畜生，像龙啦 啊， 啊，然后是那一种，比如说三精灵鬼怪那一种的啦啊，蛇精啦 啊， 啊，什么精什么精灵鬼怪那一种，他虽然是畜生身，但是他有很高的智慧或是比较好的善业啊，那么这些来做人的，由这一些上身做人的，由人来做人的。或从天上下来做人的啊，它有很多种不一样，但是不管哪一种都是业报身，都依他的业而形成的果报身，我们叫做果报身嘛，果报身啊，所以不管是聪明的、笨的，都是果报身。那么果报身只要是轮回，它一定是无名覆爱结系，只是无名比较厚，或是比较薄而已啊。那么一定都是无名覆爱结系，不然，如果没有无名，没有无名，他就不会来做人。没有无名，不会来做人，就不会轮回，他叫无生嘛。无名尽，无名如果断了，无名灭则习灭，乃至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他就不会出生。他会出生，表示什么？表示他是无名覆爱结系，聪明智慧都一样。好，那么只要，所以愚智皆同。凡圣皆同，出国再来，出国不是有七次人天往返吗？他从天上再来，他虽然是正出国，但是他还一样有无名跟业，有人的业，他还没有尽，没有断，所以他再会做人，断了他就不会来做人了。啊，像三果欲界，欲界的烦恼断了，他不会来欲界，他会到色界去。色贪没有断，但是他欲贪断掉了，欲贪跟嗔断掉了。
把身剑断掉了，但是他根本我执还没有断，俱生我执没有断，那么这个色贪无色贪没有断，我慢没有断，所以他还未升到色界去，依然叫做业报身，啊，依然还有无明，还有根本无明，所以无明复爱结系啊，就算你证三果到无色界，升到色界五不还天，他依然是爱结，只是这个爱不是我们这个欲界那么粗的爱，它是色贪，不是欲贪，它是色贪。啊，这个无明不是这个分别我见，是根本我执啊，俱生我执啊，杀，所以这个还是无明。那么，所以不管渔夫还智者，基本上只要有这个果报身，那么都是无明复爱结系，所以有得此四身。好，那么只要有这个身，他一定有感官。啊，了别持有四身，内有四身，外有名色，持而眼身，六出入处。好，那么他就有眼耳鼻舌身意，根尘合而生事，根尘事合而生处，处俱生受想思。好，那么这一些佛也一样啊。那么阿罗汉已经证得阿罗汉也一样，他的身还是业报身啊，所以他叫有余涅槃嘛，还是会依这个身受苦啊。佛陀肚子饿了不吃饭也会苦啊，但这是身苦。他被一根木头刺到肉里面也是会痛啊，他走路走到也是脚会酸啊，他也要叫阿难跟他按摩，他常常背痛，佛陀常常背痛，要叫阿难跟他按摩，口渴了也是要阿难跟他讨一杯水来喝，他还有身苦，这个是业报，没办法避免啊，没办法避免。好，那问题在哪里呢？啊，那问题在这里，到这里都一样哦，到这里有学佛没学佛，有触就会有受。感受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叫做知情意啊，受想思啊，哲学上叫知情意。好，就是心理活动了，啊，那么到这里都一样，佛陀眼睛看到舍利佛也知道舍利佛是阿罗汉，看到提婆达多也知道提婆达多是愚痴，他也有分别啊，他也知道啊，但是他不会因为提婆达多愚痴他就恨他，不会因为舍利佛是阿罗汉啊他就起贪爱心，也不会啊，但是他会分别。好，那到这里都一样哦，不一样在哪里呢？好，我们来主要来讲这个，我们把这个擦掉啊。他说：“渔夫跟凡夫一样啊，在这里讲，我先讲一下，侠慧者就是比较善巧的智慧的，比较立根的啦，啊，比较有智慧的人怎么样了，啊？就是凡夫跟智者这两个到这里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后来凡夫这一生之后没有苦，啊，没有苦，但是那凡夫死了之后依然轮回受苦，但是智者这一生。”受完苦就不再受苦，或是不再受三恶道的苦，正见真上就不堕三恶道。正见真上就不堕三恶道，那么只要见缘起，就决定得解，决定会得解脱。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得解脱。那正见真上还没有一定得解脱，但是一定不堕三恶道。好，那差别其实就是，我这次受完苦，我以后不会再受苦。正见是正见什么？就正见缘起。那么所以差别在哪里呢？先修犯恨，正向尽苦，就尽苦边。那么怎么样就尽苦边呢？无明就无明尽爱截断，就这里无明尽爱截断。所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而有众生啊。那一般来讲，烦恼最重要的就是两种，我见跟我爱。我爱还是由我见来的，所以我见是根本啊。那我见基本上啊，就是执这个不离开即运我离运我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啊，先把这个讲完啊，就是先修犯恨，他定一个目标啊，正向尽苦的目标，因为要离苦，要离一切苦，尽苦就是把苦完全灭掉，他要向解脱，这个叫做向解脱，他一定要有向解脱的意向。啊，那么向解脱之前，一定要包约含什么？要向善向上。所以佛法三个趋向：向善、向上，然后向解脱。
所有的修行都必须符合这三个趋向。如果你的修行不符合这三个趋向，你不是在修行，你的修行是外道式的，不是佛教的。那么，所以向善就是你的一切是对，是不会让你造恶业的，离恶向善，就是什么是善呢？就是有利于别人跟你自己的，啊，自利利他的。那么善之外要提升啊，你不能只在入门的工作啊，行善啊、布施啊，不是，你要提升，即使善也要提升，戒定慧都要提升。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你得解脱啊。所以向善、向上、向解脱，那么就才能够就近苦边。你要先正向近苦，正向近苦，你要先立定一个向解脱的目标，那么你才能得解脱。因为你会去找解脱的方法是什么？那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没有人在求得解脱，都只是求往生净土，所以你也不管缘起是什么，也不管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啊，反正你过去怎么造业不管，现在怎么受苦不管，我只要啊拉着一尊佛就好了，那么他就会让我啊尽一切业，离一切苦。没有，不是这样，啊，你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你这样就是没有正向净苦。你没有正向净苦，你不可能就近苦边，你不可能无明尽爱截断，因为你根本就不去研究它，也不去了解它啊。那么这个是会让我们一直受苦的。好，那么它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啊，第一个是要先修泛恨。泛恨是什么？泛恨就是清净恨，由烦恼到清净。你怎么样让自己变清净？那你就要知道你的烦恼从哪里生起来。烦恼就是从这里，这个就是烦恼，从六根对六尘里面。好，所以他讲什么呢？佛陀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观，佛陀有一天啊，打坐起来，跟他的弟子讲啊，说我观察我自己的心啊，就是还没解脱之前呢，他说他告诉弟子，我为什么可以在菩提树下见缘起，得解脱？我为什么可以得解脱？关键在哪里？观心，观这个心，观你的心。因为我们刚才讲，心是一切法的主导，一切业的根源。烦恼跟解脱，杂染跟清净，都是指的心；有肉跟无肉，都是指的心。好，那么观自心，他有一次起来跟弟子讲，然后告诉弟子也要这样修，说我是怎么得解脱的，我是怎么成正觉的。你看哦，佛陀怎么说？他说：“观自心。”他有一天起来，就是他在打坐，那个时候还没成佛，他告诉弟子，他怎么成佛的？观自心，多足。啊，他意思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他多足过去的五欲功德啊。但是我们简单讲了，就观自心，多足五欲功德。他看到了自己的心在追求无欲功德，就是很简单嘛。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什么热受，我们会一直想拥有那个热受，希望能够再次拥有。啊，就是你过去曾经有过怎么样的美好，你就会沉浸在那个美好，希望能够再次拥有，一直拥有，永远拥有。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追逐无欲功德，多逐无欲功德。无欲是什么？色身香味触。就是美好了，色、声、香、味，哎，这个就是感官的刺激嘛。那妙啊，微妙五欲，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啊，那追逐这个好。所以泛恨是清净恨，清净恨是离欲啊。一般讲泛恨，其实就是清净恨，指的是清净。啊，那如果从梵天来讲，就梵天是什么业能够升成梵天，啊，做到那么好啊，就上帝啊。那么基本上他也是离欲，因为第一个他色界，你看哦，离五欲。泛恨基本上所谓的清净，啊，离欲，离五欲，离欲清净。佛法常常讲离欲清净，从人来讲是离五欲，五欲。第二个慈心广大离嗔，啊，这个叫做贪啊。
这个叫做贪，啊，这个是欲贪，但是色贪它没有离，它离欲贪，但是从人来讲，它是离欲贪。梵天，如果梵是指梵天的话，梵是指有时候指佛清净的啊。那么离欲，它其实就是离欲清净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离嗔，这个是离贪，是无欲，对无欲的贪贪爱。这个是离嗔，就是他必须有四无量心。梵恨是成就四无量心的，就是慈悲喜舍，基督教叫做博爱啊，它是四无量心，它就慈心无量。慈心啊，我们四无量心里面以慈心代表，四无量心，它有慈悲喜舍的啦，这四无量心，只要是慈心啦，它的慈悲广大啊。那么基本上是离嗔，这个是离欲贪，离嗔啊，离欲贪啊，啊这个是离嗔。从这样写的话，这个是离嗔。啊，就是他慈心广大，啊，所以慈心观初禅，啊，初禅修啊，慈心广大。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要得定，啊，因为欲界是没有定的，欲界定不是定，定是四禅八定根本定，啊，那么欲界的定，它因为它不能叫做定，所以它叫做欲界定啊，那么。基本上定是四禅八定，因为他在色界，所以他离散乱心啊。那么他又有定，得定，得根本定，初禅就是根本定了啊。他这个是初禅，初禅天嘛，啊，初禅天啊，梵众、梵辅、大梵啊。那么我们叫梵恨啊，那么就是他的业啊，他的业，他基本上是清净业啊，得根本定啊，就初禅了。如果是二禅就升二禅天了啊，那又不一样了啊。那么基本上如果讲他的业啊，他的业，你要修什么业才能升到梵天？就是你要修什么样的业才能升到上帝那里去啊？那基督教讲的是这个啊。那如果你靠祈祷，所以他们讲博爱嘛，他们讲博爱，博爱其实就是训练你的慈心广大。那么他们透过祈祷啊。他也不用很高深，透过专注的祈祷可以得初禅，就好像我们念佛依然可以得到啊，类似像初禅的境界，一心不乱啊一样啊。他们是透过祈祷，专注的祈祷，那个也可以得根本定啊。那么透过博爱慈心广大，那么如果你要上帝啊，比如说你修道院的，他也是啊，离欲里面最主要的啊是男女欲啊，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是人之大患存焉嘛啊，那么基本上是在这两个从修道出家的人来讲啊，基督教、天主教也有出家的哈，那基督教就没有啊。那么一样，他也是要离欲的。所以你真正要到上帝那里去，你必须具足这三种行为啊。那么没有去不了，去不了，并不是说我信上帝就可以去上帝那里，不是的，没有啊。那么一样啊，那么我们不管念什么佛都一样，也是一样啊，有因有果。好。那么佛说，佛跟弟子讲，我过去到底是怎么成就的？观自心，你看哦，观自心。所以常常要静下来想一想，我在追逐什么境界？我因为什么境界而痛苦？这个境界是什么形成的？我为什么会因为它痛苦？这中间的一个缘起是什么？你找到那个，把它截断啊。所以多足无欲功德，好。那么他知道了之后，重点知道了之后，好像说：“哎呀，这个人讲这句话，让我起极大的嗔恨心。”好，那你知道你有嗔恨心，接下来是怎么样？对治自己的嗔恨心。但是一般的人不是哦，凡夫不是哦，智慧的人知道，我因为这个人讲我坏话，或是给我找麻烦，我升起极大的嗔恨心。有智慧的人，他会对治自己的嗔恨心。没有智慧的人就专门来对治那个人，对治那个境界啊，就好像你照镜子看见你的镜子上面那个脸上这边有一个脏的东西，你是去擦镜子还是去擦脸？当然擦自己的脸啊。当你脸上那个去除的时候，镜子的那个人的那个黑点就不见了啊。假设说啊，你看照镜子，嘿，这个镜子右边这边啊，有一个鸟屎，
好，那你要把它擦掉，智慧的人都会擦什么？擦这边，当这里擦掉，镜子那个就没有了。可是如果你去擦镜子，擦到擦不掉，把镜子打破，看不见了，就没有了。不对，一样啊，世间的人是这样啊。为什么？这个人让我生气，让我起嗔恨心，我想办法骂到他，不敢骂我，不敢讲我，甚至把他杀死，他不能再讲我，我就不会起嗔恨心了吗？你的脏依然在你脸上，你的嗔恨心还在，你不过就是依这个境界起这个嗔恨心而已。嗔恨心在谁身上？在你身上。那你已经看见你的嗔恨心了，你已经观自心啊，无意功德，那足无意功德不成就起嗔嘛，成了就起贪嘛，其实是这样，你已经看见了，你不对治你的心，你要去对治境界。这个境界对治完了，有没有另外一个境界现起？这个人不敢骂你了，你认为天下人都不敢骂你吗？就算你是皇帝秦始皇，天下的人不敢当着面骂你，难道不会背后骂你吗？就算他们当下跟背后都不骂你，难道你就没嗔心吗？还是有。那你的嗔心会导致你什么？导致你起烦恼造恶业，然后会导致什么？导致你受苦。你现在不克制你的烦恼，你未来就没有办法消除你的痛苦。现在不克制你的烦恼，你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调伏烦恼而不造恶业。你没有办法不造恶业，你未来就不可能不受苦。你未来就不可能不受苦，所以你必须以前有的苦，现在要安然受诸。受这个苦之后，最重要的是怎么样避免再受苦，就是避免再起烦恼。所以你看佛陀为什么他在菩提树下坐了几天就可以解脱？他也不是这样，他多生累劫已经这样想。我们现在这一生就算没解脱，我们现在努力的这样想，努力的这样做，我告诉你，你一定可以得解脱，啊，其实是可以的。所以他讲怎么样来观自心，多足无益功德，然后怎么样？你看哦，他怎么教我们呢？即生方便，你要努力啊，努力用方法，方法就是你要找各样的方法，那么怎么样？防护不要去追逐，即生方便，用种种的方法精勤自护。你看哦，为什么？你看前面都一样，前面都一样，这个受苦受乐受，好，就人家骂你，人家赞叹你，他早上赞叹你，下午骂你，好，那你看你是什么心？好，那你一直在这个境界上不平，一直在境界上，人已经不见了，但是你的心一直在，好，那么你就升起什么？由这个受升起什么？升起这个爱。好，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精勤，你看佛陀怎么教的哦？精勤自护，要非常精进，要非常努力。你看佛陀这么善根深厚的人，他都要即生方便，精勤自护。我们不当一回事啊，有嗔恨心有什么人不起？大家都会起烦恼啊，而且甚至比谁的烦恼比较重啊。我的，你有烦恼，我没烦恼啊，啊，不要惹我，我告诉你哦，啊，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跟我比烦恼，要比烦恼我也可以比你大。你不要跟人家比谁烦恼重，要比谁更能够克制烦恼。我们说过修行就四种而已嘛，修行就是对治烦恼。第一个要什么？觉察烦恼，啊，这个很重要。从这里讲啊，你看这个佛陀教的哦，这个是佛陀教的哦，啊，所有的修行都是在对治烦恼。第一个一定要觉察烦恼，你不觉察啊，那就是无明愚痴相应，啊，所以你看观自心多足无益功德，是不是觉察烦恼？就是觉察，哎呀，我起烦恼了，我起贪了，我起嗔了，啊，那么我对这个无益生贪了，生嗔了，就是要觉察烦恼。那觉察烦恼一定要先习惯观自己的心，觉察自己的心在想些什么，
没有境界的时候想些什么，有境界的时候想些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常常这样想。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念佛。因为佛是什么？觉者。佛是觉者，觉悟的人，觉悟什么？觉悟真理的人，首先是觉察烦恼的人。你现在这个心念是今，现在这个心今心叫做念，现在这个心你能够知道就叫做念。你那个念就是念念生命嘛，但是你这个念，你这个念是觉的，现在这个心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有觉察到，那个叫做念佛觉嘛，觉悟当下的心嘛，不是这样吗？好，那你看哦，觉察烦恼难道要怎么样？难道要控制烦恼？要控制啊。我知道我很生气，我现在在生气，要怎么样控制生气？想一想，不行，我一定要给他好看，不行，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的痛苦啊，反正就像这样啊，啊，要报复啊，那么处心积虑啊，那要报复啊，不是要控制，你要控制自己的烦恼，要觉察自己的烦恼。我们有一个坏习惯，觉察别人的烦恼很利，觉察自己的烦恼很钝。看见别人有什么烦恼，哇，你看这个人啊，那个贪心、小气、牵吝啊，怎样怎样，哇，很快。在分析别人的错误，条条是理，在看到自己的烦恼这一部分完全不理，这个比较麻烦，这个是我们的习惯哦，真的啊，我以前也很会分析别人的错在哪里啊，但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知道别人常常起什么烦恼，不知道自己常常起什么烦恼。凡夫跟圣者，或是有修行跟没修行，差别从这里开始分。真的，你要会修行，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从觉察自己的烦恼，而不是老是在觉察别人的烦恼，常常想佛教我们的话，而不是常常在想别人讲我的话，啊，那这个就是差别哦。常常要想佛教了我们什么，不是常常在想别人讲了我什么，为什么这样讲我？佛教了我们什么？为什么佛这样教？那常常想自己有什么烦恼，不是想别人有什么烦恼。啊，老是要去对治别人的烦恼，而不对治自己的烦恼。老是要去改正别人的错误，而不改正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你，修行者跟不修行者从这里开始起差别。为什么？因为你对治别人的烦恼，要改正别人的烦恼，你一定。每个人都有烦恼，你越对治越不完。为什么？这个对治完了，还有那一个，你永远在烦恼。那不给你对治，你就更烦恼了。但是，你对治自己的烦恼一定会越来越少，一定会越来越少。你看到别人的烦恼很利，你会越看越多，你会越看越不习惯，你会越看越痛苦，你会越看越烦恼。你就开始觉得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罪我独显，错了。你会觉得天下没有一个修行人，你会觉得天下都是愚痴的人，不是，最愚痴的就是你，老是看别人错在哪里。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关键哦。好，我们再来看，你看佛陀怎么讲。我们讲第一个是觉察烦恼，第二个是控制烦恼，第三个就是要调伏烦恼啊，这个我们讲过啊，但是要重复讲。那么第四个才能断除烦恼，先觉察，这个很重要，然后要控制，控制就是我要起烦恼，我把它压制，先压，一开始你要化除没办法，先压，一开始火焰来要烧，但是不要烧到旁边去，你要一开始就火焰化红莲，我告诉你没那么力量，不要搞，啊，那么所以你一定要先控制。不要让烦恼的势力扩大，不要让那个火力，如果是嗔心，不要让那个火力加大，如果是贪欲水，不要让那个水加深，啊，其实这样而已，先控制，不要让它扩大，不要让它延续太久，扩大太广，延续太深，不要这样，就是我们常讲嘛，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就是你要控制，不要让烦恼的程度
加重，烦恼的程度加重，不要让烦恼的程度加重，不要犯烦恼的时间加长增长啊。本来烦恼一天，越想越不甘愿，三天睡不着，吃不下，有的一辈子啊，真的啊，一辈子我都不原谅你啊。你一辈子不原谅他，他不知道你一辈子受苦，他一辈子没关系，苦是你啊，啊，所以要让程度加重，不要让控制，不要让程度加重，不要让时间增长，不要让次数增多。你一定要从这里，那么从调伏啦，开始让烦恼的程度减轻，开始可以减啦，这个是不要让它加就好，不要让它一直加，无限制的加，啊，那么时间不要无限制的延长，啊，次数不要累次累次，一次一次，啊，那么增加，所以开始调伏烦恼啦，那让烦恼的程度减轻，烦恼的时间缩短。啊，本来气一个月的，现在气29天，进步了；本来气一天的，现在气半天，进步了；本来吃不下饭的程度，现在可以吃下饭了，进步了。啊，那么本来要拿想杀人的，现在只想骂人，进步了。啊，就是你要控制，控制之后要调伏，调伏之后才能断除，才能断除，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次数减少。就是频率啦，啊，那么看见这个也烦，看见那个也烦，啊，看见这发生这种事，发生这种事也生气，发生那种事也生气，人家做得好你也念，人家做不好你也念，人家不做也念，人家做你也念，啊，反正就是这样了。那么你要控制自己的烦恼，那么这个很重要，即生方便啊，你要自己从佛法里面找到对治法，像现在就跟你讲啊。你如果有什么烦恼，你要修什么法来对治，即生方便啊，不是吗？啊，他就告诉你嘛，佛法里面有的是对治烦恼的方法。佛可以这么讲，佛法就是专门对治烦恼的方法，所以叫做灭苦之道嘛。啊，你的苦是哪里来？从业来嘛，业从哪里来？从烦恼来嘛。所以佛法最重要在灭烦恼，精难道要怎么样？难道要精勤自护？啊，所以这个其实觉察烦恼，啊，就是先有正见，控制烦恼其实就是戒，啊，就我只能做到这里，在过去我不行啊，不杀生，我很生气，我顶多我不能够违反这个杀生，那我再怎么贪，我不能够把不予取，不能把那个东西拿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戒啊，控制，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我可以起贪，但是不能贪到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我可以起嗔，但不能嗔到让别人的生命受到伤害。身体受到伤害，这个都是戒啊，戒律就是这个。那调伏就是心有力量，能够让烦恼的程度减轻，让烦恼的时间缩短，让烦恼的次数减少，这个就是心。追逐境界的时间多少了，它就在什么观心、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啊。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调伏烦恼，这个就是定。断除烦恼呢，就是慧，就是慧。基本上就是戒定慧，所以叫做勤修戒定慧，熄灭什么贪嗔痴，贪嗔痴就是烦恼嘛，啊，那怎么样？所以他这里在教你贪要怎么修，嗔怎么修，痴怎么修。好，精勤自护，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啊，啊，你要自己修行精勤啊，你要非常努力。精就是专一、专精、专精，所以要专精思维嘛。常常讲要思维嘛。重点你要思维，觉察是一种思维，思维如理思维，要先如理，要想对，想不对不行，要专精思维，要有力量，心没力量没有办法对治烦恼，而且不能一次，要烁烁思维，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这个就是如理思维，专精如理思维，烁烁的专精如理思维，所以要如理思维，专精思维，烁烁思维，要不断的觉察。那么我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做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就会发现到，你自己就会发现到，我的心比较清净了，烦恼比较少了，痛苦少了，
烦恼的程度减轻了，烦恼的次数减少了，烦恼的时间缩短了，你自己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是向善、向上、向解脱，真的，那个时候你就可有信心了，开始有法喜。好，那再看了，我们还要把这个讲完。这个佛陀教我们的，虽然是几句话，但是很重要。所以金钱自护，不负，你看哦，不负令心爱乐赞叹，这个是贪爱的四个层次，爱乐赞叹，爱乐赞叹懒着兼助，这个是贪爱的四个层次啊，爱乐赞叹懒着兼助。于无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觉察了之后，你控制，控制了之后调，要努力哦，你也可以念佛，也可以持咒，也可以拜忏，但是重点这一些不是念佛靠佛加持，念咒靠咒的威德力，都不是拜忏靠菩萨，不是，都是觉察自心，让心有力量，专注跟清明，心。专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然后清明，清楚明白，那么你这样心有力量，那心有力量是来怎么来对治烦恼的？不是靠佛菩萨的加持，绝对不是哦，那么一定是佛菩萨教我们的方法，我们跟着做了，自然得到那个力量，这个就是加持，这个就是加持。好，那么这里讲那么所以他这里讲这个是观自心多足无益功德，即生方便金钱之物，不务令心爱乐赞叹懒着兼助于无欲。所以他知道这个无欲，对他追逐无益功德就有过患，就有烦恼，他开始觉察烦恼，控制烦恼，对治烦，调伏烦恼，然后怎么样，调伏就是对治烦恼，那么然后断除烦恼，其实是这样。好，还有一个我们要把这个讲完，因为它是连着一起的。杂含，这个是杂含二一一经，这个是杂含二一经，还有一个，这个讲完，要把这个讲完。杂含三九经，眼见色，你看，它就从这里，从这里，我们写在这里好了，三三九经。他说：“眼见色，这个都是佛陀教的哦。眼见色，眼见色，然后耳，这个就是六路就这里六路处，六路处这个处就是你跟着无明相应的，就是无明相应处。你不跟无明相应，叫做明相应处。修行跟不修行，就在明跟无明相应而已。你跟烦恼相应，你虽然一样起烦恼，一样起烦恼。”但是你会觉察烦恼，会控制烦恼，这个就明相应，这个叫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然后再来对治它。那么你也知道嗔恨了，你嗔恨，你没有调伏，你调伏自己，这个人太可恶了，让我这么生气，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那个叫什么？有嗔，但是你不晓得自己有嗔，只知道别人有错，自己有嗔，但是会追究到。是因为他的原因，不是你内心如果没有嗔恨心，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不会起嗔。阿罗汉不会起嗔，不管就算木剑脸被打到烂掉了，他也不对那个打他的人起嗔，不会。好，那么所以他讲眼见色，不苦不乐，就教我们修行方法哦。眼见色，耳闻声。像观音耳根圆通也是这样，他告诉你，你分析那个声音，那么耳闻声，那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好，那么一样六根对六尘，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苦跟乐，那么你既不苦也不乐，你不会因之受苦，
你也因之受苦就什么起嗔啊，因之享乐就什么起贪啊。所以其实不苦不乐就是不贪不心，不苦不乐是一种境界，不苦不乐的境界来自于心不贪不嗔，心不贪不嗔，不追逐无益功德就不贪，不因为追逐不得而起嗔，其实就是这样嘛，所以就不贪不嗔。那不贪不嗔就是没有愚痴啊，就是你相应明相应了。好，所以舍正心正智，你看哦，眼见色耳闻声，这不苦不乐，就是这个是心的境界，其实就是心不贪不嗔。那不贪不嗔，其要先来自于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那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要先觉察我有贪嗔啊，其实从这里来的。你看哦，然后怎么样？他说正心正智。正心正智就是有正见呐 那么有正定所以叫三昧嘛。正心正智，舍心住，这是明处那这个舍心住就是你不会去追逐境界。我们说过二十亿耳是精进第一哦，也不是第一啦，但是精进有名的啦那。他正阿罗汉留下一个记，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其实一样就是这个记六路处常对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就是心不动，舍心住，就是我们的心不动了，心常住坚固，我们叫做如如不动了。那你看我们的心哈，就是常常追逐境界。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给我什么脸色？这个人说什么？说我什么话？这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心不断的追逐境界，佛法都放到一边的啦。虽然你也会背《金刚经》，也会背什么经，但是境界来的时候，什么经都没有了，只有家家难念的那本经而已，其他都没有了。其他什么经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本而已了，叫做无明相应经了，真的啦，就天天念这一本经了，你顶多早课念一遍《金刚经》嘛，晚课念一遍《阿弥陀经》嘛，但是你那个家家难念的经，天天念一天念好几遍那个叫做无明相应经那么心常住坚固，不地观法生灭，所以你看见这个法生法灭，他看到他的心起烦恼，他有起烦恼相造业了，开始起恶口骂人开始讲妄语你心里面知道就好，那你可以教化他，可以引导他，可以教导跟教诫。佛对佛弟子也是这样教导跟教诫那么你可以，你就影响；不可以，不要受他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修行就在这里下手没有的话，你天天打坐念佛拜忏，一遇到境界，烦恼比谁都多，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地观法生灭。看见法生法灭，心不随着生灭，所以叫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你不随它生灭，即灭现前，你的心就清凉你的心就解脱你不受境界的束缚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主要就是从缘起来好，因为时间到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底下他讲的对字还没讲，每个人下次再来讲讲对答的，就是说先让大家知道佛法里面讲的缘起那么主要是这一部分好，好，我们今天时间到，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